为了增进远景完整的防卫以及安全驾驶的观念，来提升骑乘挡车的安全，玉旅分局特别邀请了专业的教官来教远景学习安全驾驶的训练，并且协请玉旅汽车驾训班提供场地来使用。而远景在上完课程之后纷纷表示，学到了和以往更多不同的安全驾驶观念，对于打挡机车的操控也更加的熟练，可以说是受益良多。玉里分局辖内山区道路崎岖多变，尤其山地派出所检查所远景执行勤务，除了使用公务车辆之外，常常需要使用马力充足的打挡机车，在蜿蜒的山区道路上穿梭也比较灵活顺畅。为了让同仁能够熟悉以及得心应手的骑乘，特别开班办理训练，课程内容从状况发生排除、基本保护维护到实地操作骑乘仪。好，踩刹车，打到空档，哎，踩到空档，哎，那个绿灯亮了就空档了。好，关，那个关掉，哎，好，然后多卡。远景上完课之后，纷纷表示学到与以往更多不同的安全驾驶观念，对打挡机车的操控也更为熟练，受益良多。打开的时候它会亮，如果没有亮，表示现在挡这部车它不是在空挡的状态哦，它在急挡不知道哦，这个好像对，就是亮了对不对？我现在关掉。为了强化远景执勤骑车安全的观念，特地安排安全驾驶训练，利用课程训练让执勤的同仁都能够亲身体验，以提升执勤的临机反应变，除了保护自身安全之外，在执勤同时对于紧急状况都可以透过训练加强骑车灵敏度，在每一次任务都能够顺利圆满的达成，以达到零意外的发生。记者高双双玉里采访报道。